一定是信哥，主要是因为你，好不好？其实是张克凡。节目里面还跟那个寇乃馨姐姐，你们两位好像已经在节目里面有报，而且我最近常看你上节目，对啊，是多少通告费你们才会做这种联？而且有时候连主持人都没有提，你就会自己呼喊他的名字。你这样好恶心哦，黄国荣。制作单位跟我讲说，我如果喊一次他的名字，一次三万。真的吗？哦，那你省省吧，好吧，你站着就好，我来喊。寇乃馨，寇乃馨，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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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爱你。扣三万。没有开玩笑，不是来说在这个公开了，这个误会大了，误会大。说实在了，我觉得跟乃馨一起工作，我也可以有一些学习，因为我是一个天蝎座很顾人怨的人嘛。是，我们还叫寇乃馨，他叫乃馨。我告诉你，我跟乃馨小姐一起工作，其实可以学习到很多，因为我是一个顾人怨的天蝎座，我比较不懂人情世故，那他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处理了。对，怎么样？对，我跟馨。认识了15年以上，还心嘞？对呀，我给你少一个字。心是什么星座的？你们两个好恶心！恶心！你现在只是他的一根浮木，不聊你了，聊他的。哎，我觉得这根浮木比较大。小胖老师可以聊吗？夫人呢、啊？这个也算是我们圈内人。谁啊？不是了啦，现在已经对对离开多久？离开是电影明星，对对啊，我真的有照片啊，好夸张，陆元琪啊，这你们太夸张了，他会骂我的啦，天哪，这他会骂你吗？对呀，不会啦，这一张很漂亮啊，拜托了导播，很漂亮，这个时候最美的时候，你看，哇，你很难想象说，哎，这个人就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天哪，对呀，小男生，好，这段别播了。别播，我真的会只有一个条件，除非你唱别播别播。1 2 1 2 3 4，别播别播，你不要再帮我照片，别播别播，千万不要别我老婆的，别播别播，回家被我老婆骂死了呀，别播别播，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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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别播。哎，我觉得这个梗是我今年听到最好笑的，宪哥好棒、啊！真的吗？还是你以前就知道这个梗？很普通啊，这种烂东西，我们都是天王干侠的、啊。如果是佩岑单独主持，我们会来更多次。什么烂？真的没有，他还刚下飞机而已。告诉啊，对对对，对啊，刚从湖南回来。湖南湖南啊，有杀人吗？啊、为什么长沙人？不好笑了。别播别播，你的笑话实在不好笑。别播别播，别别别别别别。哎，钟健，这样子。你好好笑哦。听我说，因为我们两个入行多年了，来西装。这几年啊，好不容易我们有一点老师的身份，老师是都被你弄坏了，给我们一点面子。但是你们这个还算好，我们艺能界啊，虽然很多新人出来，我们不会忌讳人家出来。我那一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广告，我的妈呀，眼泪都快淌下来了。什么事？什么事？竟然有一个人呐、啊，假借我的名字在外面招摇撞骗，大胆狂徒，还有4个少女因此而失身，无耻。真的有这事吗？真的有这个人呢、啊？谁？叫一个叫没东西的，是吧？没东西，没东西、啊。而且听说他一年可以接120场表演，应该是烂货。这样好了，那今天两位评审老师就以老师的身份来看一看他到底跟天王真还假的？对，你该不会真的把他弄来吧？我们知道你这个大人有大量，大量的问题是摄影棚是神圣的地方。如果他今天够资格的话，那你本来不是说6月30吗？你看要不要提前5月30？反正他这里也熟了嘛。佩岑最近变得很不佩岑，我觉得你进步很多，漂亮。我觉得是因为宪哥的关系。真的假的啦？你会真的来了啦？真的还假的？真的威胁到我天王的地位。可以吗？我们可以让他出来一下，而且他一出来就是照唱的歌。你怎么会把他弄得跟巨星一样，让我心里面？而且他要从这个时空之眼出来，他特别要求的。这种烂咖，你从时空之眼出来，玷污了我们时空之眼。应该从那个菊花之眼出来就好。菊花之眼。真的有上，真的有，好了，那就请他出来，这样好的，那我们就来欢迎梅东升带来的沙里沙里。哎呦，撤撤撤撤撤撤。
身体不好，属虎、属鸡、属牛，离开现场。幸亏啦！哎呀，哎呦，哇塞，好像像像像，糟了！是他学我的。我所渐渐就已不哎呦，会唱的呢。已经飞，怎着我我的心事？见鬼了，这是！你的音乐虽然离开，我有唱那么恶心吗？但是我的心内永远拢是你。你好像哎，是是 是, 是，这个我还是要观察一下。有时候啊，这个我们的父执辈啊，是是，当年他们因为流离颠沛嘛，我爸爸对啊，有时候出瓦郎家，难道真的是一直没有？有时候爸爸可能相认的，你住哪里？其实应该不太可能，因为宪哥大我大概三十几岁。高雄啊，是啊，我的妈啊，我妈你住台南吗？妈妈是高雄人，我爸爸台南，是是，爸爸经常啊，后来结婚之后经常借此说到高雄去收房租，哦哦，啊，所以是有可能的，所以你本身也在pub也在主持，然后也在那个教琴教唱这样，你还会教琴？对，我是音乐系毕业的，身为一个评音乐的评审，他有资格讲重话，对，因为既然是音乐系出身的，是。刚才那段表演其实糟糕透了，为什么？为什么？是你选歌就有很大的问题，歌的确有很大的问题，是唱没有问题，是，所以不是你们不要这样讲，其实是制作单位要求我唱这一首的，我本来也想唱你们的歌，啊，真的，是，但是我说啊，他真的音乐系，然后还参加过歌唱比赛，哎，是。那你今天平安讲啊，我在媒体上看见你，是你总是用我的口吻在那，嘿嘿，见鬼了，这下可厉害了。这个你是打算要出来吗？你今天如果说我的话，你机会来了。哎，我6月30号，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这样，身一转长袍飘起，都假后喜归啊。喜，我这女子就交给你了，以后这节目就由你来主持。真的吗？对对对，那费用我是01年的，所以你第一年没有薪水。算可以吧。好，先来个冷笑话，我们要经过我们的节目。对，我们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接受，啊，你也先看看你的未来 partner 好吧。我不一定，我要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令狐冲有几个弟弟？哦，两个。错。OK。令狐冲，令狐冲托炮干圣，一共有4个弟弟。